若你常常拿水管打我，想你赌气，你假装从不在意。亲爱的阿爸阿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阿爸阿爸，需要让天赋自由。一场台风后再奔走，细枝烟打水那些年，一心一意热情努力，你是我们心中明月。牧羊座的你最难熬不，日复又一年，相守相信吧。抢电视，我却离家出走，我真的感到很抱歉。真的老天爷在我脚边种种细心，那么细心的照顾我。我妈妈最爱炫耀她的爱人，手写上千封情书。爱人阿红，我爸阿红，你是我们心中明月。我小妹也来争宠，亲切的笑，她说爸爸去哪里都带着她吧。爸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牧羊座的你最疼阿婆，日复又一年相守相信吧。爸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我想应该就是我爸会说那个 you 一拜一拜，就是 uncle 的意思吧， you 一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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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好，那我们就赶快我们的刚刚提到得到最佳跨界与世界音乐的奖项的这首单曲，叫做《我在你的眼睛我看到了你》，那丁雅给梦族来看到了你。然后也很希望大家可以顺便在 YouTube 上面帮我们点阅这首歌的 MV， 因为它是我们首次跟西班牙舞者薛玉仙的合作 MV。 然后薛玉仙也是台湾非常年轻24岁的青年的舞蹈家，他也是全亚洲第一位录取到马德里舞蹈学院主修西班牙舞的亚洲舞者。期待你们的点阅，也期待你们的分享。Thank you.
只想给他们很多的。